这是我们的生产车间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只是车其中的一部分，其他的地方还有。然后出货量每天大概30箱左右，然后出货周期比较短，供货稳定。量大的客户直接联系我，有优惠的，量越大越优惠。然后做工大家可以看一下。